这个维摩诘经上啊，佛果品啊，这是第一品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地意而不动。这个于地意而不动啊，我刚才读的是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，但是在玄奘法师的翻译的《说无垢乘经》上是说，观地意，垂愿地，我因为都翻得好哈。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你能够善分别，这个善就是智慧。你有智慧呀，你能够观察诸法相。诸法相是什么？无明原心，心原识，识原明舍，乃至声闻老死。无明灭在心灭，心灭在识灭，识灭在明舍灭，明舍灭在六处灭。六处灭在处灭，处灭在受灭，受灭在爱灭，爱灭在取灭，取灭在有灭，有灭在生灭，生灭在老死灭。这就是法相。能善分别诸法相，我们能这样的观察诸法的缘起呀、有世间的缘起，就是无明原心，心原识，乃至生厌老死。出世间的缘起呢，就是无明灭的行灭，生灭的老死灭。但是啊，要观地义的时候，始终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的。这个缘起法是有生也有灭。这个社会大众，我们姑且不说啊，就说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我们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思想在何处行？在什么地方活动？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在什么地方活动？就在是非因和烦烦恼恼、苦苦恼恼，就在这里活动。凡夫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无明原形的境界。要是学习佛法有成就了的圣人，他心里面于地义而不动，他心里面的第一地那里。那里没有是，也没有非，没有烦，也没有恼，是大安乐、大自在的境界。说是这个第一地这地方啊，无生也无灭，啊，能善分别诸法相。诸法相是有生有灭，和第一地是相反的，不相反。你能通达法相，就能悟入第一地，能悟入第一地的，悟入第一地呢？就是我们时时的这样学习，我们呢眼见舌耳闻声，乃至到我们的第六意识分别种种事情啊，你不要像以前那样是是非非的去那样的老去想那种事，你要重新的想，那都是如幻如化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你坐如是观。观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就是无生无灭，就是悟入第一地了。应该这样学习，应该这样学习成功了呢，就没有事了，什么事情没有了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啊，风水不好啊，说表示你们就不和，在这个地方住的人就不和。我说不是，是你没有智慧，所以你不和。你想一想，你为什么有冲突？大家有纠纷，就是智慧的问题嘛，不是风水的问题，不是那里有个山呢，使令这些人不和；那里有个山，使令这些人富贵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是你就是你的智慧，智慧里面有只是智慧而没有福德，而有的人有智慧又有福德，但这就是不同了。有智慧的人决定有福德。而不是就是一个智慧的，有智慧的人会知道吗？他会知道，我要帮助别人嘛，我要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嘛，心情快乐嘛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福报就来了嘛。但是他并不是为了修福而帮助别人，他就是有慈悲心，有智慧而有慈悲，不是没有智慧而慈悲。维摩经上说，爱见大悲，爱见大悲是佛教徒。说不欢喜的，
爱见大悲，明白点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感情用事。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是我的母亲，是我哥哥，是我弟，是我好朋友，所以我要为他服务。那他不是我父亲，也不是我母亲，也不是我好朋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这样的慈悲心嘛，叫爱见大悲。这文殊菩萨精神是这样说，但是佛法是说不是爱见大悲，是大悲是大悲啊，是大智慧的慈悲。不管是不是我的父亲，也不管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敌人。而在他本身来说呢，就是于第一义而不动，就是度众生无众生相，要学习圣道，这叫做学习圣道。要是我们的心情啊，一直在这个是是非非、烦烦恼恼、烦烦恼恼，在这上活动嘛，那叫无明原形啊，不是无明灭的形灭，形灭的实灭，生灭的老死灭，不是，是自己制造苦恼的境界啊。头些日有一位法师啊，也是说这种话，他那风水不好啊，所以他们里面就老是是是非非、烦烦恼恼。我心里面默言，我也没否认他，我就默言没说什么。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子。还是佛教的理论，一切法以心为本，世界上一切事情啊，就是虚妄分别，除了虚妄分别没有别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佛教里边来了，你不要再虚妄分别了啊，因为般若波罗蜜啊，要改正自己，改正自己。但是这话，这风水先生看风水看得很灵验，你能完全否认吗？这话是这样意思，外边的事情，这个天台智大师在《法华文句》上，是《摩诃止观》上，相以俱外，就是外边这都是形象，都是你虚妄分别的相，显现出来的相，它是枝末，它不是根本，是内心才是根本。那么外边的相呢，表现你内心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懂得这种学问的人呢，他由外面的相就看见你的内心了，就知道你有问题。凡夫世界是这样子的，这是符合缘起的道理。但是啊，佛教是讲本末，心为本，外边的相是枝末，它不是决定主宰你的命运的，主宰你的命运是你自己的思想。佛教的理论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改，你用佛法来熏习自己，改正自己的思想，那当然还是戒定慧。用戒定慧改正自己的思想，那个山呢，它就会变，因为它是枝末，它不是根本，它就会变。当然这是理论上这样说，但是我们人呢不容易做得到。你想改变你的虚妄分别那么容易啊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大智慧啊，告诉我们学习理论是这样子，但是你还要实际这慢慢的锻炼自己，光讲理论没有用，实际上要常常训练自己，就是于第一而不动啊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观第一垂缘第，你要这样学习，常常这样思维，常常这样观察，你的智慧逐渐逐渐就增长了。当然要有奢摩陀的支持，有戒定的支持，这个智慧渐渐有力量了的时候，那个高山是无障碍的。